协力治安维护等重要勤务。现在金车连将以56部1300cc 重型机车变成壮盛严整的队形，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通过观礼台，展现勤训经验的成果。这是忠义彪悍、战力强的日军特战部队。展现在各位面前的为特战山顶、城镇、狙击、反恐、高空渗透等编组，在各种天然灾害中，我特战部队均展现随时防救的精神。The force is composed of 6 different specialists. 高山向我依附，海水为我让路。今天呢，要通过观礼台的是，就是海军陆战队两栖遵守大队。Now passing the Marine Corps Recon Battalion。陆战队可因应任务，即由陆上、水上及空中机动方式，快速投入战场执行作战任务。现在正要通过观礼台的是为国军官兵树立典范的救灾英雄，请在场来宾给予热烈掌声。In this formation, our disaster relief hero. 通过观礼台的是陆军工兵专业部队。当国家发生921地震、莫拉克风灾等重大灾难时，工兵部队都能在地。通过观礼台的是化学兵救灾专业部队。The passing formation is the Chemical Corps. 民国92年 SARS 危机席卷全。现在正要通过观礼台的是在国防自主政策下致力研制成功的八轮中路战斗车。This formation is our indigenous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s. 本型甲车为陆军新一代通用型战斗载具，可依台湾特有地形与城镇作战特性，装配不同武器系统，依遂行战场人员运输、火力管制、步兵战斗及指挥管制等各种作战任务。那要通过观礼台的是素有登陆先锋威名的海军陆战队 AAVY 两栖突击车。Here comes the AAV-7 Amphibious Assault Vehicle. 它是世界上性能最优异的两栖战斗车辆，本装备为水陆两用，具有高。展现在国人面前的是陆军战术区域通信系统及天平卫星终端车。This is the Army Group Mobile Subscriber Equipment and the Mobile Satellite Terminal. 本系统具备语音、资讯、视讯及数据传输功能，可迅速建置网状式通信链路，并整合新式通信设备，在不合适灾变通信全数中断时，本系统立即发挥效能，提供多重通信手段，有效支援救灾工作。This system is capable of setting up communication network regularly for task forces. It can fit the requirement. 这是和生化侦检车。The formation is Type 99.MBC Reconnaissance Vehicle. 本装备由中科院研制，是国军性能最优异的侦检装备。曾部署在北部地区，执行311日本福岛核灾事件监侦作业，对辐射落尘监控有非常卓越的表现。要通过观礼台的是环保署与国军合作建制的化氨100人员除污车。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ormation is 化氨100 decontamination system. 化氨100人员除污车由环保署提
校设计研发，国内产制，功能与品质已达世界先进国家水准。装备采模组化设计，可快速机动与部署。本装备暂时负责核试化状况下，人员接着要通过关台的是，具备将河水、海水过滤成为饮用水的陆军工兵部队机动净水装备车。This formation is Mobile Water Purifiers of Army Engineer Corps。本装备每小时产水3000加仑，每日连续操作20小时，可产水6万加仑，约提供20000人使用。近年来，在各项救灾任务中，均供应官兵及灾民生活所需用水，是工兵部队支援给水的主要装备。即将要通过观礼台的是陆军新式多功能工兵车及轮型挖土机 ，The Vehicles Rescue Operations。现在正要通过观礼台的是陆军工兵部队 M3 福门桥。The formation is M3 Floating Bridge of Army Engineer Corps. M3 福门桥具有防弹和生化防护功能，可支援打击部队迅速横渡河流，是陆军制式渡河装备，在陆上行驶速度每小时达80公里，可因任务需求转换为水上航行，最终速度每小时14公里。This bridge is armored and has MBC protection capability. It can quickly assist the strike force, and the maximum speed is 18 kilometers per hour on the land. 接着要通过观礼台的是，以国防自主政策，国人自力研发生产，用以强化侦搜目获能力的无人飞行载具。This formation is indigenous of a n a r i a system.透过自制光电筹载摄影机，可及时。现在进场的是陆军反装甲主力多式飞弹发射车。The formation is Army Stealth Anti-Tank Missile System。多式二型反装甲飞弹具备贯穿反应式装甲的能力，是目前各系精准度高。贯穿力强，是反装甲的利器。The Telltale Missile is a powerful and effective anti-tank weapon. 各位贵宾，即将要通过观礼台的是陆军反装甲武器标枪飞弹。The passing formation is Javelin anti-armor missile.标枪飞弹为单人操作，事后物理的反装甲武器，可快速接战，具红外线热显像导引功能，主动导引飞弹攻击目标。在历年天马操演中，标枪飞弹具备精准命中率100%，是现代化反装甲的先进装备。Major weapon for rapidly engaging enemy tanks and armored vehicles. 紧接着要通过的是陆军复仇者防空飞弹车。This formation is the Avenger Air Defense System. 复仇者飞弹车具有360度全方位水平回旋接战能力，可以行进间侦搜及锁定目标。一年来神功超演，复仇者飞弹均能精准接战。我观礼台的是具备拦截飞机及飞弹能力的爱国者飞弹系统。The approaching formation is Patriot surface to air missile system。爱国者飞弹营成军至今，现在即将通过观礼台的是天宫飞弹发射系统。Service
system. 本装备凭借射程远及命中率高的优异性能。好的装备，正是天宫三型飞弹发射冲。The formation is 天宫 three surface. 紧接着要通过观礼台的是海军机动雷达车组。This formation is naming mobile radar station. 海军机动雷达车组于民国1994年成军，是国人致力建造的高科技装备，具长距离征收及通信联网功能，高机动及灵活应变的作战能力，可早期侦获敌军船舰，达成制海作战的任务。即将通过观礼台的是具有铁拳雄兵威名的海军机动飞弹车组。The formation is Navy 海风 Mobile Missile Launchers. 本装备由国人自行研发设计，可装载雄风二型反舰飞弹四枚，最大射程150公里，可设定转折点，具备有射后不离攻击模式，可自动追踪目标。This indigenous system 防展出的装备是雄风三型超音速攻船飞弹。This formation is 雄风 three supersonic impulsion missile。国军继雄风一型及二型研发与生产部署后，基于制海作战需要，研制出速度更快。即将要通过观礼台的是陆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冲。This formation is Army Thunder 2000 Multiple Launcher Rocket System。本系统是由国人自力研制的新式多管火箭武器系统，主可执行反登陆作战，亦可支援一般性火力攻击任务。The system can execute counter-landing operations and regular fire support missions. 本装备可使用三种不同射程的火箭弹及多功能弹头，反架射击的弹着面积约可涵盖6个足球场。成军部署后，将可有效遂行反登陆作战任务，达成防卫部署有效遏阻的目标。This system is equipped with 3 various range rockets and multi-purpose warheads.